咱来乡公所为着要展现地方这几年来进步，特别利用目前流行的微电影创作，举办一项拿来之水的创意短片竞赛，希望让大家发挥创意，用各种的角度来表达拿来水的一面。拿来吼，这几年我的发展啦吼，我相信啊，大家拢知影吼，啊，所以我希望借用这届的机会，就是要从什么，从所有一挂少年朋友，即马上台了叫微电影吼，啊，互因来拿来取景。那来取景了，从这么水的影片啊来参加比赛。那来乡公所为了这项创意短片的竞赛，今仔日召开记者会，公开邀请爱德边的朋友踊跃来收集那来美丽甲感动。咱这个呢，其实林内之美创意短片的竞赛时阵吼，就是以林内景点为主轴，你只要有法度用创意影片方式来行销阮林内之美吼，伊的内容包括阮的历史、人文。典故，而且好食、好耍的这样特色吼，啊，参赛作品无限啦吼，无限啊，凡是有剧情的、有记录的、有动画的都可以，啊，而且我提供奖金超过200,000，单人来挑战。这项拿来之水的创意短片竞赛，公所有提供200,000的奖金，第一名会当得到50,000的奖金鼓励。奖金的部分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嘛，金奖就是第一名啊，50,000元嘛，那银奖。两名，每一个就是有30,000元。那我们的佳作有10名，每一个有10,000元啊。还有当然还有包括讲座跟奖状，所以这个部分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欢迎你们来挑战。那我们的收件时间呢？9月17号到10月15号。咱来乡公所为着公平起见，将邀请学术界专家来担任评审的工作。参赛作品的形态无限制，大家会使尽量发挥各种的创意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